好啦，跟住咧就系讲佢嘅习性啦，小心啲、哦，你唔好乱咁摆只手喺佢块面前、哦，因为咧佢擘大个口唔讲得少噶，我就系咁样咧贪玩咧就俾佢咬亲啦，唔好受噶呢个感觉。而咧佢因为咧佢个脾气咧系好少少神经质嘅，你都知噶啦，通常呢啲蜥蜴都系。而佢咧走路嗰个样咧仲过瘾，因为咧你吓到佢好惊嗰阵时候咧，佢直情走嗰阵时候咧。是用兩隻腳去行路，就好似踩單車咁。所以咧，喺有一啲人咧，亦都叫佢 bicycle lizards， 即係話踩住單車嘅蜥蜴喎。誒、哎，睇下，好神奇，動物王國係咁噶啦。